祥1940年的鱼店，他在日本时代的名字叫电仙、哦、那这样的一个鱼店作品呢，其实是他在参加2600年的凤柱展、哦、就是日本的2600年凤柱展的一件参展作品。那这件作品呢，其实就是保留了他从1938年来的那样的一个构图跟用色的一个特点哦，就是主要是以穿着黄色衣物的人物为主，好、哦、为画面的主角，然后背景呢都是以黄绿色为主调的一些好像宝石一般的一个有一种璀璨感觉的一个笔触、哦、来做背景。那再来就是他会在画面做一些特殊的分割，在画面就是有做不同的空间的呈现，好像有画中画，那另外好像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明明好像是在鱼店里面买鱼的一个行为，可是感觉就好像是在看戏或者是在被观赏的一个模特儿的境界、哦、而且呢在右下角出现了一只特别的白色的狗，非常神秘的造型，然后站在那边、哦、往画面外的视野，很多模特儿也都是不看观众、哦、就是他的视线是有一种向画外旋转延伸的感觉，所以整张画到底在画什么呢，其实都好像充满了一种梦境或者是谜团待解、哦、然后那一些买鱼的就是顾客呢，他其实那个姿态好像是在沉思，在冥想一些跟买鱼不相关的事情。然后中间手上拿着鱼的那一个呢，到底是顾客还是鱼贩呢？因为如果是顾客，鱼怎么会捧在他的手掌心呢，还放在胸口、哦、这整个的状态是非常特别的。那再来就是头戴着白帽的那样的一个应该是贩卖者吧，好像又不是那么认真的在卖着鱼、哦、而且好像也是躲在那个门帘之后，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他在30年代末期的一些就是所谓的法兰西风格的一种综合的呈现、哦、有一种超现实的梦幻感，那比较柔软，那比较有抒情的感觉。当我们看到就是比较晚期、哦、也是画人物，我们看这一件橙色的旗袍、哦、它是1973年、哦、已经隔了数十年。那穿着旗袍的女士呢，身形非常的长、哦、但是非常端庄的坐在她的居家画室。其实呢还是有早期的那些模特儿的一个固有的架势，就是会常常会在腿上、哦、放着皮包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姿势。可是呢虽然是相似的姿势，可是整个人的气势就不一样了、哦、再加上他所使用的颜色，之前是以黄色黄绿色为主的比较柔软的画刀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哦、就比较有宝石一般的那样的一个质感的，在这里呢就感觉比较是淳朴，而且比较利落，而且比较结实，那比较好像是实在的生活你看得到的人物。然后这样的一个人物虽然还是眼光不看着我们观众，可是他在看哪里很明确，就是室内往外看的感觉、哦、所以这个已经不是梦境的感觉了。我们看到有一张呢，虽然画的呢是实在的秋天的景色、哦、我们在1949年看到了一个桌下有猫的静物，很清楚可以从柚子、好、还有柿子还有佛手瓜这样的一个果实看到它是属于秋天的。然后可是这样的一个俯瞰的构图呢，其实是刘启祥非常少的一种构图。这一件作品呢，其实它有画中画，它其实经过修复里头还是有别的作品在，所以呢这也是一件有故事的作品、哦、那
为什么在1949年会画出这样一个取景非常特别的构图的作品呢？其实可能要跟他的整个的人的生命的经历去看。那再者，有人会说那一只猫蜷居在桌子底下，会不会跟整个的时代，就是动荡的时代有关系呢？因为228经过还不久，那这样的一个动荡的人生呢，其实借由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视点表现出来，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再去想想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所以这一件作品其实是在刘启祥作品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值得再继续去探究的作品。